为了关怀独居的弱势老人，北港花山基金会今年过年延续布置爱心年菜，引起各界善心民众热烈回响。今年唔拿花山基金会要家己送爱心到独居老人的厝内，附近北港高中学生、北英西组会员、北港派出所员警拢热情加入行列。阿公，这年菜哈，别谢别谢，这是领导的，已经煮熟的。你要吃的时阵哈，再家用火烧。系阿姐做好食的，我已经试食过了。经过这次的活动，很多很多的单位都一起来支持，所以我们在今年木年菜比较顺利一点。对，然后我在北港地区目前是已经将近100份都快木已经都有了，就是经过会长他们还有校长他们学校的努力都已经有了，甚至我还可以帮其他地区啊，像比较偏台地区的一些长辈。这个送年菜爱心行动，华山基金会唔呐送出年菜，也特别配合北港高中学生爱心，让每一个六岁老大人有一顶学生家己吃的帽啊保暖。哇！那像我说拿这个棉帽哈，是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哈，他会来当义工、当志工，他们自己织的哈，所以是很棒。那有那学生哈，那个参加这个活动以后呢，他以后填的大学科系是社工系耶。所以这种活动对他们有影响。一旦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爱心活动，北港办事处会员那表示赞扬，也特别关心善款，期待和华山基金会延续爱心，继续帮助无数的老大人。召集了我们这些的师姐们，然后呢，再配合华山基金会，那跟我们北高的蔡校长，然后能够进行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那也希望说，我们可以抛砖引玉，那让社会上更多的人都能够来从事这么有意义，然后照顾三十老人。华山基金会鼎力在前发起爱心行动，关怀六岁老大人，和北港镇内充满温暖气氛。最后，在离开之前，北港派出所员警以及学生也大声帮卡手无方便的老大人打春联，让伊安心过年，温暖感动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